看看新闻网。14号的晚上呢，2012年 Myself 蔡依林上海演唱会呢，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了。那据说当天晚上呢，蔡依林一个人也是独霸整个舞台啊，从头跳到了尾，尽显舞娘的风采。我们来看看。晚上8点，当舞台最中央的巨型玻璃球缓缓升起时，身着银色亮片短裙的蔡依林以一首《花蝴蝶》拉开了 Myself 世界巡演上海站的序幕。虽然此次演唱会是蔡依林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第二次来到上海开唱，但全场歌迷在蔡依林的舞动下气氛十分高涨。一曲唱罢，蔡依林立刻从升降机下台，并在30秒内迅速换装，随后便以一套珍珠流苏装扮再度登场。记者注意到，一连5首歌曲，每一首换一次服装，蔡依林不愧百变的称号。同时，记者现场还进行了统计，每次从下台到重新登台，时间大约为30到50秒左右，并不让人感觉拖沓。据悉，整场演唱会蔡依林并没有邀请嘉宾出席。尽管全场换装11套，但演唱会的热点依旧只有一个，那便是劲歌热舞。当晚蔡依林除了演唱《天空》《倒带》等几首慢歌外，其余时间几乎都跳足全场，尽显舞娘风采。新闻在线，上海报道。